皮丘，这是不是皮卡丘啊，兄弟们？抓了啊，抓了抓了，给他个大石球。然后这里有一只蒂亚卢卡，虽然个体不大，但我想，哎呦我去，抓错了，我把那羊给他扔了。我身上这个蒂亚卢卡的，不是我身上，我家里这个蒂亚卢卡，上次我看过了，属性不是很好，攻击很高，但是防御特别低，尤其是特防很低。我们来看看这只好不好啊？攻击很高，我这211，好像比我这只还要高。那我把这只扔了，虽然我那只个体大，但是它有点垃圾这个属性，还抓了一只垃圾羊，我也是服了。皮丘，哇，极冻鸟，我有没有极冻鸟？那三种神鸟，没有极冻，没有极冻，抓了。个头还不小呢，这个，哎，没抓着，还扔空了一个。皮丘进化是不是皮卡丘啊？速度很快，攻击很低，没事，反正我们走特工的，攻击低点就低点吧。我把那个皮卡丘拿着，一会儿有机会找他练个级。什么东西啊？银半战兽是半神吧？我估计我不抓他，评论区又得炸了啊！你居然连银半战兽你都不抓？抓了抓了啊！个体还行啊，看着这个头不错。这是，我的个亲娘，大粽子，兄弟们，大粽子，竹筒粽子加一个糯米粽，两边是竹筒粽，中间一个糯米粽，这应该是异兽吧？它叫啥来着？铁火辉夜，对不对？我大到名字都看不见，抓了抓了抓了，没抓到，再抓一下。呀，什么情况？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卡了，卡了又没卡，是这精灵太大了吗？这神兽把我存档，你别给我整没了呀！我这好不容易发展成这个状态，兄弟们，这只精灵看来无缘了，我得使用我的究极大法，直接。哎，幸好打错，幸好打错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哎呀，差点让他给我卡的吓着我了，我差点就 KO 掉自己了。看一下这铁火辉夜什么属性，瞧一眼啊，估计是一。我攻击这么高，特防这么低，攻击高有用吗？他也不是普通系啊，他招式。这都是带属性的招式啊！哎，这是普通的，好像。那攻击高确实有用。这是谁？莱西拉姆，留一只就行了。我现在有两只了，那这只不要了。我那两只个头可都不小啊。史拉比，我之前是不是错过了一只史拉比？哦，没错过，那个还闪光的，好像。基拉奇，抓了。这种就是小精灵啊，不用去专门逮大的。他跟基拉奇应该是一个类型的吧，感觉长得挺像的。亚克诺姆，抓了抓了抓了。祭坛我就不要了，祭坛咱不要啊。这破烂全卖了，反正89个。哟，恶食大王，直接跑啊！他属于噪音大王，大嗓门。啊，又一只梦幻，让我来看看，我家里也有一只梦幻哦。我那只梦幻呢？这儿呢，看看咱们的梦幻啊，特攻高，特防低。这只呢，喜欢玩宝可梦的兄弟们，手机电脑都能玩的宝可梦服务器，有叶枫这边合作的一个超强服务器，非常稳定，而且百人在线，看评论区置顶就能一起玩耍啦。攻击高，特防低，我发现梦幻好像都特防低呀。哟，戴欧奇修斯，我记得他很厉害，好像在宇宙里的一只神兽，我应该是没有的，戴欧奇修斯。之前没抓过的 ，OK， 抓到了，看一下戴欧奇修斯啊，他的属性如何？攻击高，他应该得是特攻高吧？他属于，对，你看，普通也有，但是感觉还是得要特攻。这只不打紧，扔了扔了，兄弟们，扔了，这只没什么用，咱们得刷一只特攻高的才行。哟，这啥？菲欧呢？不是，这是，真是菲欧呢？菲欧呢？不是剑姬吗？我的剑姬什么时候变成小水滴了呀？我也是服了，这对吗？尤克西三圣姑是吧？抓了，奈克洛兹玛还有这么大点，等等，96级的奈克洛兹玛，这不对劲啊，兄弟们，打一下他，然后我们换精灵，换我的最强之音，用二踢脚带走他。怎么会有96级的神兽？这应该不算神兽了，这是假的吧？这只神兽不都是出场70级吗？哪有96级的？我就这么扛揍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他。二踢脚呢？我要用二踢脚，我点错技能了。
直接二连踢，让你感受啊，踢不动，兄弟吧，我的最强之音，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吗？闪现冲锋的兄弟们，冲一下子，哎，火焰伤害还是要高一些啊，但对我自己伤害也高啊。什么东西？我的，他把我秒了。波导弹，直接一手波导弹，我超梦要是都打不过你，我这真的这精灵白养了，真的。好，皮卡丘进化了。哎，皮丘不是皮卡丘吗？都五十级了还不进化？我好上当了，兄弟们，我自己被自己给骗了。这皮丘都八十级了还没进化提示，九十级了，哥们儿，你不考虑进化一下吗？一百级了，一百一了，已经一百二十级了。进化了，进化了，非常好啊！应该是皮卡丘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皮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哎，就是皮卡丘，漂亮！咱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皮卡丘了啊，自己养。皮卡丘，我记得还有一个进化形态叫雷丘啊，是我记错了吗？我记得有雷丘啊，如果我说错了，当我没说。又是铁火辉夜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刚才那只已经很大了。哎，班吉拉斯这个体型非常好，不大不小啊。班吉拉斯太大了也不好看，太大了长得像奥特曼的怪兽，所以这只大小就刚刚好啊，大小刚刚好。哈普明明我已经有了，比克提尼我也有，神柱王这只好小啊，看一下属性，属性不好的话这只可以不要的。其实神柱王以后还有机会，我们这背包里本身就有一个攻击高，然后特防啊，攻击低，特防高，我要什么防御啊，哥们儿，直接给你撇了。看看这只，哎，攻击高，防御低，这才对劲嘛。这只极品留了，班吉拉斯也得是啊，必须要特攻高。你这怎么回事？攻击低，防御高，我让你扛伤害吗？直接撇了，这班吉拉斯不要了。